虽然我早就甲东家的祖厝买转来，但可我是无迄个勇气，今日来这，因为我永远拢会记当年，我无法度阻止你选择想袂开。 结束家己的性命，爸，是我不好，你是不是还在怨我？你是不是还在气我？是安怎到这嘛？我还无法度恢复咱大家过去的情谊。 你老家有收的计划，已经踏出头一步啊！你放心，原本属于咱陈家所有的请宴，一个一个，我拢会甲你讨转来。嗯，所以干爹，这就是你的祖厝，你伫这大汉的哦。我头一遍踏入要伫这呢。若不是咱的计划有初步进展。 我嘛无迄个面，搁搭入来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！若无吼，我这查某囝听你怎讲？啊！不过我听你安尼讲，我就甘心的，是讲干爹并不是一个人啊。嘛有你在暗啊，你甲我斗骹手啊。讲到这啊，我真正好好甲你学落去。你丢失出你的车祸，若毋是你的讲法来做暗号。 我想罗再兴绝对无可能真的简单就准拄煞。你嘛头壳好，手腕嘛同款真好。伊罗家峰会用讲是互你落伫咧树林，在你吃外饼。若等因老母昏倒啊，你嘛有才调说服伊，叫伊毋通转去甲关心。这招就叫做调虎离山之计，当然未用互机会会当转去替伊妈出头啊。啊，若无。 伊就会阻碍着干爹你的计划，所以我绝对要甲伊挡掉的啊！不过人伫遐讲啊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罗家峰真正是要你食死死哦！